Shaka, mi dice, in the span. Sajia Duja Chun, Ti Shu Diao Zhong Xi, Li Si Kai Er, Dun Ju Di. Hong San, Wan Xia Fu Si Kan. Gai Ju Di de Wei Zi, Zai Wo Dan Wei de Ge Bi, Zai Duo Ha Wan, Ke Yi Jin Ji Li de Kan Di, Jin Ji Xi. Zi Wu Xin Ji Ju Di.它是别墅群的酒店，住该酒店一晚上的费用为1000多卡币，普通人可能是住不起的，一个月工资也就1000多块钱。该酒店吸引我的地方主要是无线网，酒店的无线网布设范围非常之广，连对面的人行跑道。都能接收到上无线网，原来我的宿舍也能收到该酒店对外的免费无线网。第二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该酒店有 QNB 银行的分行，在该分行办理业务是零等待，1分钟之内就可以汇款回中国，而且不管你寄多少，银行的工作人员他不会任何原因来询问。在谷歌地图对该分行打上5星好评，酒店的建筑和绿化都是不错的。大家好，我是多哈阿华，给你们介绍一下该酒店。该酒店是模仿传统的卡塔尔村庄，在沙克村的温泉浸泡，在水疗体验，唤醒你的感官。这个广泛的豪华水疗中心在多哈设有23个独特的治疗室，每个安排反映卡塔尔丰富的健康文化以及历史桑拿和私人浴室专用区域。现在我们来到了酒店的大堂内部，酒店内的环境我们住不起也可以参观一下，有个小阳台，有浴盆，两个马桶，各种装饰品，打开冰箱看看有哪些饮料，自助午餐，
一棵长满石榴的石榴树。大白天的，除了花草都能，一个人就看不清。去海滩走走，海边。以前这还不是酒店的时候，我天天在这边游泳。原来这边是一个开放式的海滨公园，有一个吧台，场地已经开发的新能球、新能棍还有铁树，酒店也是使用中央空调，酒店的正对面就是多哈的老机场。这是我的单位，顶哥一堵墙，每天下午3点过后，他那边的海滩非常多游客。